淋上卤汁，香喷喷卤肉饭是许多游子出国在外最想念的美食。另外还有这杯珍珠奶茶，也是出国前必备。这些道地台湾美食就在桃园机场。出国旅游，很多人在机场稍作休息，享用机场美食。每个国家机场美食都有不同特色。美国《Food & Wine》杂志邀请超过180位美食和旅游记者，票选心目中餐饮最棒的机场，汇整出全球十大美食机场。第一名，新加坡樟宜机场拥有超过百间餐厅以及各种美食，获得最多青睐，勇夺2024全球最佳美食机场。第二名则是日本东京成田机场，以日本传统美食闻名，在机场内就可以吃到拉面、寿司、天妇罗等等。另外以豪华著称的杜拜机场则排名第三，有许多国际连锁餐厅。至于第四到第十名则分别由欧美国家机场拿下，不过台湾的机场则没有被列在名单内。东森新闻生活中心综合报道。